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天要为大家开箱门，太感动了，各位。这里总共有四款颜色的一个Jackie Wu 的喇叭啊，有没有？两边一样，打开，蓝色，不是有啊？啊，配合这个就是所谓的莫兰迪色，有没有？橘色的、紫色、绿色这几种颜色呢？莫兰迪色它看起来就是会很耐看。咚咚咚咚，两颗就是一组，没错，就最新的 Jackie Wu 的一个喇叭。它外壳用细胶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不容易坏掉啊，随便你贴在这里，咱们就 come some up the music。然后记得哦，你带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这两个先连线 ，link 起来，它才会变立体音，两边都有。你可以感受一下。重低音呢，你看，它就利用这个共振的感觉，懂吗 ？IPX 防水，五的防水就是什么？你只要不要丢到浴缸里面啊，都 OK 了。它最重要就是音质，我为大家严选的这个音质，音质非常重要。你看这么小的一个喇叭，它竟然是可以有重低音，欸，它腔体只有这么小，欸，这腔体这么薄。如果你不去看到现场啊，你还真以为家里真的是百万音响出来的声音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做这个开箱文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屌，推荐给大家。你喜欢什么颜色呢？介绍给大家。耶，yeah。